我严肃哦，杨一百个啊。有没有办个东西？有，没有。体育中心说，我们也跟客委会古秀飞主委报告，希望能够再有最有客家本色的屏东县，带着客家的总图。那我想可以希望把世界、台湾各个客家的文物收集书籍，能够典藏在收藏在这边。大家要看客家的书，看客家的杂志，来到这个地方。也提供我们客家的乡镇，我们所有的乡亲一个更好的、更稳定的一个阅读的空间。另外呢，屏东的音乐季呢非常非常的热闹成功，我们有台湾季，有三大日，有斜坡上的艺术节。所以呢，去年我们客家，我们有崔桂海老师的这个歌舞剧，那今年我们打算推出客家音乐节，把所有的族群的音乐板块都补上。